配合，你知道吧？我刚刚那队友崩了三个，对吧？这心态崩了，全部都要投降，然后都不相信我，弄了个程咬金直接跟我抢野。你单排用辅助来打野的话，队友他不会配合你的，你知道吧？最重要的是这点，你如果说打三排啊、五排啊这些的话，队友会配合你，对不对？他们相信你。但是的话，我们打路人局，他们是不相信的。最难是难在这里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哎，兄弟们，我找哪天那个军出击，找哪天带你们打人机怎么样？不是灭了那个，要不要？找哪天带你们打超级人机？现在不是有超级人机二十级了吗？好像有，就是说二十级的打赢一盘的话，还是啥的，就有那个超有那个头像框是吧？好像很牛逼的样子。知道吗？带你们拿那头像框如何？一可扫六合，主天下。现在打呀，我现在没号啊。那个号的话是要打的，要先打好的。我还要借就是说借已经二十级的。别闹兄弟，这都能勾到我，你真的是臭不要脸好不好？这都能勾到，瞎鸡的勾都被他勾到了，很是难受。送一血乃是我们的精华，对不对？一血小王子，谁敢送一血？我敢。送完一血之后，对吧？我再送二血都没问题。这蹭的！你打我一次，我也打你一次，对吧？很公平。我没大招，有大招我就进去杀你了。只是我没四级而已。来了，老弟。哎呀，妈妈，没事。送第二个人头给你又如何？又如何？对吧？我也拿了两个人头啊。他只拿了我一个人头。切，打不过我。你怎么说？黄黄，还暴君了，来了老弟。大都开不出来啊，怎么回事？不亏对面中单也死了，我只是一个中单而已。芈月的步伐跟音乐一起节奏都摇起来了啊，确实有点像啊，这走路姿势的话跟这个音乐很搭。妩媚的身姿，对吧？开始撤退。一点一滴的，我们要累积起来这些小野怪，对吧？你不要小看那几十块，几十块也很关键。又来，你防不防？你同学防不防？
死不死？一换二，血赚。炸了只鱼，然后鱼开了个技能，完全没控到。血亏。在很多人肯定刚刚就直接就选择撤退了，而我不一样，对吧？我的芈月的话是吃血也要越塔强杀的。一换一不对呀，我一换二，好吧，一换二。你这清兵速度太慢了，同学，有点卡呀。没办法了，对吧？一二打一，两个人欺负我一个，对吧？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？ Nice， 两个人打我一个，说好的一打一，对不对？我还越塔了呢。他这个手啊，好像那个齿轮一样，那好像那个自行车一样，自行车的那两个脚踏板一样。若有力，自当图之。看没有？就像那个自行车的那个，有没有？像那个自行车的脚踏板一样，对吧？绿色黄宝。请求集合。好机械化。青史评说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发起进攻！哎呀，被他勾到我就大不出来哎！每次被他勾到我都大不出来，大都点不出来，勾到瞬间就被秒了。拿个蓝。嗯，我也很想拿蓝。其实我作为一个中单的话，我是很需要蓝的，你知道吧？但从来没有拿。红袍，王与姓氏，修我割毛。无影的在眼前，每个目标都该有答案，再度超越。不是灭了六国，便是为六国之傲。每每都要杀我，来呀！没事，哎！小事，小问题，厉害了，我的哥！还是出一本大的书吧，把这小虚的书虚吸不过来。芈月更需要红，很的，所以说一般芈月打下路，打边路。知道吗？女子桀骜情，亦可扫六合，主天下。那我们中路也可以打，照样能打。大虚手出来了，不是宝藏。你说他是不是呆？就非得啥都要跟我争，啥都要跟他抢，我就服气了，好吧？梦幻有我在。你怎么说？咬死你！我吸你！你怎么说？哎呀，他还能回血呢！哎呀，这是一波呀，
兄弟，你这是打算一波吗？怕了，怂了，狄仁杰怂了，别怂，大刀丢他，丢完就跑，直接怼死他就完了，怂，你看这还不是要被杀，你直接大刀中到他的那一瞬间直接就 A 死他，狄仁杰零杠四了，怪不得。你手机快没电了，没事，我这个电脑够我播到晚上七点钟，好吧，够我播到晚上八点钟。我们走，没了，没打中。等我自动关机你再说，我从来没有自动关机过，我真的想尝试一下，所以说你们不要再强迫我说让我充电了，好吧，行不行？怎么加群呢纯白？目前的话我 Q 还是有问题，等我解决问题了，那个效率有点低，一堆问题，就卡死了。我现在就是说，在 Q 上发不了信息，也找不到我自己的群啥的。所以暂时先不要大理群啊、Q 啊什么的问题了，好吧？都这样断了，队友太会清了，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清了光光的。那留点东西让我打一下被动也好，续航被动。主播哪里人？你猜。玄策一直想勾我。哎呀。那总有一个没赢过的。芈月团的话，其实最厉害的在一个上去吃技能，吃完技能之后还能活着回来，骗技能。而我的芈月的话，只是比较皮，比较烂。输出不是最高，能杀七个，不是。